我觉得是江巴拉克最美的一个点，一个景点。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太闹腾了。这个绝对是最美的一个景点啊！就说这个地方，咱们一定要停一停。哎，快走哎，快走啊！你不走，我就没有车位。你不走，我就没有车位呀、啊。车停在这儿，咱下去拍一拍。这个地方要飞个无人机，绝了！这，你看看这边的景，我的天哪，简直是太美了，看得特别的开阔。这边来看看，来看看这边，这景绝了，好美啊！近处还有小黄花，这边是麦田，远处有这个草坪，哇，漂亮漂亮！从这边看过去也很漂亮。啊，溜了溜了，太冷了。看一下就行了，下次再过来好好的住着，住着玩啊。这边啊，好处是在这个它是不限时的，反正你进了景区之后就随便住，住到你想走你再走。说这是挺划算的一个景区啊，140多块钱住到想走再走，又不限时。你想在里边玩多久就玩多久，唉，真是好地方。只可惜下着雨又冷，我实在是扛不住了。这外边这个气温，你不穿件羽绒服，你在外边根本待不住。哦，上高速了，离开奇台县，前往哈密。走着，是木垒服务区。咱们先在木垒服务区加个油，然后再去那个省道，因为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好的加油站。我们现在还有一半的油，还是安全起见，加满了再走啊。油，这边好冷啊。问了一下他们，穿的毛裤啊，棉衣毛裤，一直都这么冷。说是，不是这两天才降的温。看来木垒这边还是，巴里坤这边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房车的。哎，加满了吗？啊，好冷啊，外边，风又大，然后温度又冷，他们都穿棉衣棉裤啊。还以为下了山之后就舒服了，我还准备在这儿换短衣短裤呢，一直以为外边是热的，结果外边这么冷，不亚于山上啊。这边因为风特别大，哇，这个乌鲁木齐这一段就到头了，前面的话还在修路，可能在明年或者后年应该就能修好了。然后现在要从这儿拐到这个省道去，然后走这个穿天山，又穿天山，今天估计还得冷啊。对，因为要准备在里边住着嘛，但是不想出去，因为出去的话就是吐鲁番那边就热了，一出去这边的话就会特别热，所以说我今天还是宁可冷一点吧，住在里边，然后明天再直接到哈密会好一点。咱这边335是在施工啊，上面写着呢，让从这个省道绕行。这个省道是要收费的，
这一段路25块钱。您将在21省道上继续行驶31公里。Let's go。有个问题啊，这颗省道怎么一开过来感觉，像无人区一样的啊，连房子都没有。一会儿我进去会不会没有信号啊？那被逼无奈，我只能走出去了。走出去到鄯善，那边就热了。然后和我想的一样，在这儿就已经没有信号了。所有的网络信号都没了。哎，只能是开出去了。开出去，今天住在服务区吧。今天住服务区，然后明天直接到哈密。因为今天硬开也可以开，但是得10点多，将近11点钟才能到，那个就太赶了。哇，这边好冷啊，把这个暖风也开开，吹吹暖风。越开感觉越冷。前方有急转弯，请慢一点。这边风很大啊。下午的6点钟了，开的有点饿了，还有点累。哇哦，我这车被这风吹的摇摆摇摆摇摆，下车的时候一定得小心。咱们准备去后边拿点吃的，我想看看这附近有没有啥石头啊。风这么大的地方，你听着声音，你们听着声音，想出去逛。哇！哦，马路对面来这个溜一下。啊，那边全是屎，看，那边已经变成个厕所了，好多屎。哇，这边风好大。我都是斜着走的，一直在斜着走路。我的天，我的天了！看小浪浪，看小浪浪被吹成啥样了，还在尿了。我这被吹死了呀，吹的我，你现在是站着啊。别动了呢，别动啊！你先上一下，我先继续拉帕子，给你擦脚。哇靠！整个人被吹懵了，靠！太吓人了，外面这风大的呀，哇、哦，太大了。大风吹，在这个地方直播唱大风吹可以。这大风吹的呼呼的，捡了一堆石头，看看，捡了一堆石头。哎呀，我休息一下，缓一下。这大风吹吹的，来看看啊，这个石头好像全都是，看着质地像玛瑙啊，但是打得不透光，这不知道是啥石头。轻微的透，这个是完全不透，这个应该就是眼睛被风吹迷的了，捡的。这个要透一点，这都胶质化了。
擦石头，老婆，我捡了一些石头。对呀、啊，不是买的。你居然在捡石头？路过这个地方，我流浪了，就顺便在路上看看，就捡了一些奇石。今天过端午。今天我知道，端午节快乐呀！你们要吃饭了吗？哇，这么丰盛的吗？过分了吧？来呀来呀，一起吃啊！哎呀，我好想吃啊！我今天啥也就是什么好吃的都没吃到呢，然后在这赶路。那我们吃的，这是我做的，太幸福了。这也是我做的，这个也是我做的。我刚刚弄石头，我都没饿。这是我买的，这是我买的。我刚刚弄石头，我都没饿。这一看到我马上饿了，这个咋整？好饿。漂亮漂亮，今天特地化了个妆过节是吧？我晚上啊，晚上你能不能闭嘴？晚上我看看停的那个地方，停车的地方有啥吃的，我就吃点。太热了，太热了，太热了，我这好冷啊！太炒热了，我这相当冷。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我现在在天山里边，我从天山出来，然后又穿了一个天山。就是在天山山脉来回穿，准备洗个手，然后准备走了，开车。那你先慢慢捡石头吧，我先吃饭了。好的，节日快乐啊！节日快乐，几个姐姐们。节日快乐。我说几个快乐，我跟。节日安康。跟他们说一下。快乐快乐，但我不能说快乐。是吗？那安康安康，啊，大家安康。啊。好了，我继续开车了，我要赶快走，这边风太大了，这个地方是个风口。啊。拜拜。我好冷啊，这边给我鼻涕都吹出来了。雪蓉姐，祝你安康。嗯，安康安康，雪蓉姐。好吧，你们吃吧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靠，赤裸裸的炫耀，这是。我操，难受死我了。看这个充满了没？充满了，给它收起来，难受死我了。他们在这吃香的喝辣的，我还在这赶路了，好惨。干鸟、火腿肠、牛奶囊、陈皮梅饼，唉，太可怜了。看他们在这大鱼大肉。想想就来气啊，赶紧开出天山，咱去找个馆子，下个馆子去。好歹今天也是过节嘛，出天山了，看远处的平原，一马平川，看得超级远啊。这个地方有个什么煤业服务区。看着前面有一排门面，我准备看看这边能不能过去，进去吃个东西吧，只能在这儿了。今天估计就是服务区的命。有很多家拌面，昌吉拌面，老马回民餐厅，正宗昌吉拌面。哎，没注意啊，他们这是关着门的呀、啊，有点少。
那这边是没有吃的呀，就只能上高速了。天哪！哎，我就这么点小小心愿，大过节的吃个拌面而已吗？天哪！哎，愣是得不到吃拌面啊，只能是去服务区看看了。这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安排啊！萨尔湖服务区，萨尔湖服务区，这是我和肉佐第一次出江的时候住的服务区。当时在这边，请进入右侧扩展车道，还吹了风沙。即将向右前方行驶，到达服务区。我先去服务区里边看看有没有啥吃的。啊。现在看看有拌面啊，有拌面，有快餐，有抓饭，来吧，咱进来看看。来要一个过油肉盖饭，过油肉盖饭，然后再要个葱爆牛肉盖饭啊，哎，盖饭，我的盖饭好了。真是这么盖着饭啊，还是拿一次性的盒子盖着。我想知道我那个炒菜是盘子还是一次性的盒子，觉得没有仪式感了呀，今天大过节的，哼，本来想搞点仪式感的，结果就是这样的。好，大家中八节快乐。好，这个是让我先吃菜再吃饭是吧？是这意思吧？葱爆牛肉，第一口吃个牛筋，咬不动。啊，这饭太难吃了，超级难吃，花了我70块，没吃完，算了，不吃了。哎，兰兰，快兰兰，来，浪浪也过节了啊，浪浪也过节了。鸡肉冻干，好吧，搞点。哎，去吧。粽子节你不能吃粽子，你就吃这个吧。啊？粽子节你不能吃这个，吃粽子？不，你不能吃粽子，你吃这个。啊？你去。不想吃吗？难道？还以为他不吃呢。